自己脑补，我补不了，我没憋到那种程度。回放光屁股那段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录没录屏，老铁们啊，我也不知道录没录屏啊。我操！这鸡巴地方多长时间不来人了？那男的心态都崩了，算是吧。有动静了。有动静了，听着呗。不能流浪汉吧？欢迎我家姑。感谢加入来一段儿，欢迎这边说的铁子们啊！有人吗？手电怎么不好使了呢？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铁人们啊！这是啥血？谁呀？谁？操你妈！我这前后都有动静呢。啊！我说，啊！前后都有动静呢。谁呀？
有什么？可以试试。有人吗？现在里面几个我不知道啊，但是反正我感觉今天晚上挺猛。啊，我感觉今天晚上挺猛，老铁们。欢迎直播间收的好朋友们啊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操你妈！谁？欢迎我 D 仔，欢迎我 D 总，有人吗？感谢老铁们加入带团，刚进来老铁们，啊，我感觉这里面他妈的，今天晚上这么害怕呢。操你妈谁？我操你妈塞！我操你妈塞！啊！出来！是有动静，欢迎我弟兄啊！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。看着血，老铁们。
看这血，操你妈！谁？啊？你们注意听。哦，这是一个厂子。哦，这是一个厂子，老铁们。我操，谁？谁？妈的，总感觉。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，老铁们，说不出来的感觉，真的假人吗？门帘是不是动了？动了吗？没动啊，没动，没动，老铁们，谁那边站着呢？啊？欢迎直播间收看，朋友们。这里面特别阴冷，哦。来吧，这会手电亮了，来吧，出来吧！操你妈，整死你啊！整死你！来，不好几个吗？出来呀！转圈，我这一圈全有动静，老铁们，我都不知道往哪边去了。我这一圈，听着没？喂，洗手间。欢迎治安。老铁们啊，刚才你都没看着。我干了一件最狠的事儿，我溜达哥也没看着啊！我跟你讲一下，老铁们有多少没看着的兄弟们，高歌一来，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回放。我刚下车的时候啊，在道上有一个摁喇叭的，我不知道是谁，然后我就过去了，啊，过去我从前面一看，啊，一个男一个女。下半身啥也没穿，啊，给他正亲呢，然后我就走了，走了，然后我又回去了，回去，然后我就把那窗户，他就把那窗户摇下来了，给我骂了，嗯，然后我就跑了，他问我是干啥的，没见过啥的，然后我就走了，啊，车震的老铁们，啊，他给那车震的。
大半夜能上这地方车震也是挺牛逼，老铁们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录屏，有录屏的话，咱们老铁可以给我发过来。真晦气，荒无人烟是。哎呦我操，这啥牌儿这是？这啥牌儿啊？里面啥小鬼啊？里面看到没？给我骂跑了！完，他一脚油门都走了，一脚油门都走了，我听着了。谁呀？谁？这里面声太多了。这里面声太多了。有人吗？手机打脸。有人吗？谁？我操！手电完了，坏了。手电坏了，完了！废了，这手电废了。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晚上好。万一有流浪汉呢？是吧？你们还记得这个魔镜吗，老铁们？这个魔镜非常灵，听到没？有人敲门。你们还记得这个魔镜吗？魔镜，魔镜。请问一下，这个世界上最帅和最美的女人和男人在哪儿？在你的直播间。OK 了，没有别的问题了啊。好。没有别的问题了。欢迎这边收的兄弟们啊！太鸡巴破了这地方，这应该是洗澡的地方。感谢我优雅男人，谢谢大哥。着火了，这地方没着火。就是这地方就是闹鬼，就是闹鬼，荒废好长时间了。车里玩的刺激是吧？感谢支持。
还有空气啊！不敢出来，我的煞气太重了啊！我的煞气太重了，他不敢出来。贺哥给你发过去了，啥玩意儿给我发过来了？啥玩意儿给我发过来了？我看看，发他们哪去了？啥玩意儿给我发过来了？啊？啥玩意儿给我发过来了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操凉的！哎呦我操你妈！我操！两个兄弟们，啊！哎呦我操！两个兄弟们，啊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说今天这么猛呢，老铁们！啊！我说的这么猛呢，一边一个，老铁们一边一个，是不是？我操你妈！等那哥，我哥睡觉了啊，别着急，铁来，我看一下窗户，看怎么回事，来。哎呦我操！出来来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有个白毛是吗？两个，一共是两个。啊，一共是两个兄弟们啊！刚才给我干了，最好带法器，没事兄弟们啊。没事儿，谁？谁？不到啊！啊，不到啊！不想让你进。没事，老铁们啊，没事。幻觉，狠必须狠点儿。我听着了，我听着了，咣咣的。
啊，我听着了，应该在这屋呢，老铁们。欢迎男神啊，欢迎我如梦，欢迎莫良，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。感谢我南雨啊，谢我南雨兄弟。来，妈了个逼的，出来来！是不是一直跟着你呢？不知道啊，看看来，看他搁我后面没？他妈的！哎呦，我操你妈的！什么玩意儿的？啊！透明的，看着没了？往后转啊！看着没？透明的，一点碰不着他身体，看着没，老铁们？我操，没了呢！啊！小个不高，老铁们啊，小个不高，别靠近窗户，没事，铁子们啊，没事，从哪看都行，铁子啊，必须的，看着没，一直后面跟着我呢，操你妈的，啊，没有，我。老铁们，没躲我，这回没了，真看见了，没有了，兄弟们，11:45了，11:45了，家人们，能帮兄弟抢个榜吗？老铁们。过来，来，感谢我南雨。第二个，欢迎我家蓉儿啊！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。第三个，感谢无名啊！谢无名。感谢我男人。哎呦我操！啊！别给我砸了我！谢谢我男人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这是？感谢我神秘人，不让你过去，我得过去，老铁们啊！
感谢我南雨兄弟啊，200倍，不让我过去我也得过去，铁子们，我看他整个意思，我喝着从来都是往前冲啊，没有后退的时候。感谢我南雨，谢铁子啊，戴上头盔没事哥。出来，感谢我正在输入啊，感谢支持。来，出来来，出来，没有啥用，感谢我空气啊。感谢我正在输入。啥意思？嗯，来，看他要干啥？好，看看他要干啥？我操！哎呦我操，老铁们！哎呦我操！什么意思？感谢梦之蓝。好几个今天，好几个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我操！出来，出来！给哪儿的椅子上？我看看来，从来不带法器，老铁们啊，从来不带法器。别怕，老铁们。啊，没事，腾哥啊，没事。欢迎我到此一游大哥。感谢小健，感谢男人，感谢我南雨。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听兄弟姐妹们。谁？谁？谁要干我？我感觉也要干我。啊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老铁们，
我先等会儿得上老铁了啊。我估计要干我老铁们。离他远点，先离他远点，老铁们。谢谢梦之蓝，感谢梦之蓝。操，看着没？来，我看到。我看他敢砸我吧，老铁们。啊，我看他敢砸我吧，兄弟们啊！操你妈的！看啥呀，老铁们？这边有动静，这边也有动静，来，我不发威，你拿我当病猫是不是？来，来呀！跟我俩装逼呢是不是？啊？是不是跟我俩装逼呢？关公面前耍大刀是不是？我他妈狠起来我自己都打，真的。啊，老铁们，我狠起来我自己都打。感谢泡泡姐200杯。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！感谢无敌，谢无敌。真的兄弟们，我他妈狠起来我自己都打。
我自己都害怕，我真害怕，我妈都害怕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操你妈的！啊！哎呀，来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311，挺鸡巴猛啊！啊，挺鸡巴猛啊！谁前面呢？该修樱桃妹妹。谁前面呢？啊？听着前面有动静。啊？谁？什么玩意儿？操！鬼散头了，鬼散头了，兄弟们！这还有一个，老弟们，看着没？这还有一个，看见没，兄弟们？还有一个，现在两边干我，啊！现在两边干我，兄弟们啊！来，一起上！啊，一起上来！操你妈！一起上！来！来呀！一起上来！来呀！一起上！哎，我。Thank you.
没事，老铁们。好，没事。是哥们的啊，咱帮着感谢一下直播间刷礼物大哥，老铁们，好不好？哎呦我操！谢谢我锁哥送来的惊喜盲盒，风刮的，没事，老铁们，啊，风刮的。对，都是幻觉啊，老铁们都是幻觉。12:05，晚上好，哥，晚上好，姑息。老铁们11个了，感谢我樱桃妹妹12个。小天上站起来2个，一共是2个，让我踩碎1个。啊，踩碎1个，还有1个，12个了，家人们。欢迎我第一种，感谢我西哥送来么么哒，谢我西哥。我大哥张一团都不加了，感谢我西哥的666，14个。15个，感谢我哥。感谢我哥加张一团。16个，感谢我哥。啥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完了，废了，这手电应该是废了。现在这里面忒多了，一家一个啊。停了，谁？谁？出来来！哎呦我操！出来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
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没事没事，老铁没事。我操！我操你妈的！我操你妈！没事没事，老铁们没事啊。管他咋的，管他咋的，兄弟们啊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有棍子给哪儿呢？啊？给哪儿呢？我操你妈！我去你妈的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别怕，老弟们。全他妈是幻觉！谁？啊，兄弟们啊，就这棍子，是这棍子吗？这是要打我咋的？是这棍子吗？老铁们，是这棍子吗？是这棍子不，兄弟们？要打我咋的？这是啊？啊？装逼呢？跟我俩是不是？我看看来。几个？几个？我上完了手电。啊？几个老铁们？看着没？是两个不，兄弟们？操你妈！你俩一起上来！来呀、啊！操你妈！你俩一起上来！来！操！来，来呀！你俩一起上来，你俩一起上，来呀！啊啊！我。哎呦我操你妈！出来，来，出来，看着没，头顶全往下掉啊，全往下掉东西。狠不狠？你都说你喝什么水就完事儿了，啊？天哪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射了咋的？什么玩意儿？啊？
动静？喜魂啊！喜魂啊，是喜魂不？啊，大爷，是喜魂大爷不？啊？是喜魂大爷不？听着，什么玩意儿呢？老何呢？老何呢？咋的？啊？感谢九连姐。三眼的谁鸡巴毛了？俩大声唠，别他妈蛐蛐！上课认真听讲，嗓子谁鸡巴毛了咋的？啊，蛐蛐啥了？老铁们，你们听听他说啥呢？研究啥呢？这俩逼研究啥呢？给那啥的？啊，老铁们，这俩逼给那研究啥？要整死我咋的？是不是？好像是要整死我。我听那话的意思，好像要整死我。老铁们，是不是？说的，这个傻逼没带发器，一会儿进来我就整死他。你上不？他说我上。他说你呢？他说我也上。你看，还跟我俩哈哈呢，看着没？吓唬我呢，听着没，老铁们？俩傻逼好像要整死我，哦，我听着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这傻逼没带法器，一会儿咱俩整死他。你给前面，我给后面，咱俩一起干他。
是这么说的不，老铁们？啊？哎呦我操！哎，哎呦我操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的！在这屋一直蛐蛐呢，兄弟们，啊，感谢山寨令狐冲，我看他怎么回事，老铁们啊，我看他怎么回事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啊，感谢啊，听说没，还蛐蛐呢，应该是研究怎么干我呢，啊。操你妈的，两个家人们，看着没？两个，看着没？两个，看见没？两个，是这俩逼不？老铁们，两个过来了，看着没？两个啊！差点没给我砸了，差点没给我砸了，一个推送，我操！操你妈的！什么情况？嗯？什么情况？这是要砸死我呀！这是要砸死我呀！上面啥东西？没事儿，我看他怎么砸我的。啊，老铁们，我看看他是怎么砸我的，就完事儿了。都无所谓，老铁们啊，我看他今天能整死我不？对不对？哎，直播间只需要哦票就行。没事，铁子们啊，都是关心我的啊，注意安全。没事，小堂哥，直播间有没有大哥帮你客来个特效的？家人们，有没有大哥帮你客得往上顶一顶的？
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操你妈！干啥？干啥？啊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呦我操，没有五官，你看着没？老铁们，他这脸没有五官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，兄弟们？一点五官没有啊，眼睛、鼻子都没有，兄弟们。来，戴口罩，你家他妈鬼戴口罩啊？啊，他那边有疫情啊？想让你救他，救不了啊，救不了。我看他怎么回事，老铁们啊！操你妈，这样放不了手机呀，太埋汰了。嗯，出来来，谢谢小健，感谢老官，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。我看他俩咋的啊？刚来有高能没有？我直播间没有高能啊。我直播间就是溜达，户外溜达哥，我就是溜达。欢迎闪电侠。家人们，谁能给面子支持一下，兄弟们？看你几年了，我这是新号是不？新号你也不能支持我大哥，啥号也没有用。等会儿啊，老铁们，这窗台太埋汰了，啊，窗台太埋汰了，我不能吱声，不能吱声了，懂不？我懂，哥。嗯，老铁们，喷出来的全是哪呢？这喷出来全水呢，老铁们。啊？你咋的了？没事，我喷他呀。这怎么喷出来全水呢？是不是过期了还是咋的？有老大味儿了，呛得慌啊，呛得慌，骂我呢，我听着骂我呢。出来来，出来，
哎，咱慢慢过去啊，咱慢慢过去。欢迎我有毒大哥。进哪个房间了？进哪个房间了？啊，老铁们，进哪个房间了？感谢送来666啊，谢谢送来666。回来，我说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手机旁边儿，啊？360度无死角啊！360度无死角，老铁们啊！欢迎我小花啊！360度无死角，家人们啊，牛逼不牛逼就完事儿了，碰你手机了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嗯？笑死我，那是官方的事儿，哥啊，那是官方的事儿，小心点儿。好，我过去看看来。这回呢，亮点儿呗。你俩在吹啥东西呢？出来来！出来！我操你妈的，往哪打的？打自己嘴巴的，害怕了啊？
装逼没人敢上了是不是？操！还打我嘴巴，兄弟们，吹牛逼他也就是啊，他吹牛逼他也就是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给哪呢？后面？给哪呢？跟你进来了，跟我过来，给我后背呢，兄弟们，你们看看啊，你们看，给我后背没？给我后背没，老铁们，给我后背没？给我后背没，家人们？啊？有没有？操！你进来就回头。我看他咋回事啊，老铁们。操你妈的，他俩给他逼逼啥呢？欢迎直播间苏导朋友们啊！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啊！啊，过去了，看着没，兄弟们，过去了，嗯，是不是过去了？嗯，看着没？过去没？看着过去没？老铁们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过去没？看着过去没？老铁们。看着没，老铁们？几个？几个？啊？打谁呀？来呀！吹牛逼呢，我们俩是不？是不是我们俩吹牛逼呢？滚！来呀！过来呀！我俩吹啥牛逼呀？啊？几个兄弟们？操你妈，急眼了，气坏了啊，急眼了，气坏了，看着没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走，这我带你们一起去啊，欢迎小虎啊，我带你们一起去啊，这回咱们一起去，来老贺，我发牢骚不要紧，没事哥啊，咱直播间主持也没有大哥，也没有票，是不是？没事哥，家人们有票的支持一下，一点了，我看他怎么回事，来兄弟们，我看他怎么回事啊，别操你，我操你妈，
我看着白的了。啊，我看着白蹲门口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我看着白的蹲门口了，兄弟，红的没看着啊。啊，那就是三个是不？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！我不需要你们大家来评价我啊，时间长你就知道咋回事了，还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？老铁们最了解我，要不然我直播间也不可能有这么多老铁。我说对不，兄弟们？感谢我太想念。不知道我的别他妈评价我啊！愿意看就看，不爱看就滚犊子啊！没欢迎你，我欢迎我家老铁。哦，黑粉我一个不欢迎你，听着没？你没有必要搁这评价我，你一分钱你也没花，没毛病吧，家人们？啊，铁子们，没毛病吧？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评价我啊，因为直播间有很多老铁们特别了解我啊，特别了解我，知道我咋回事啊，我真不真实，老铁们知道，不需要你们评价我啊。一惊一乍的，你直接最好别看我，是不是？欢迎我阿弥陀佛大哥啊！但是有喜欢我的啊，有喜欢我的，看着没？两个看着没？来呀，你俩不干我吗？吹啥牛逼呀？啊！来呀！啊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操你妈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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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妈！我操！哎，我操你妈的！两个干我，啊，两个干我。你没错，哥啊，你没错，红哥。老铁们就差一万票了，谁能帮贺的上一万票？站点后面吧。没有，急眼操你妈的，出来，来出来出来，来呀，看着没？在这儿来了，我先走了，还能跟过来吧？啊，还能跟过来吧？操你妈的！啊啊！我他妈有点迷糊了呢，兄弟们，我有点迷糊了呢。欢迎奥利给啊！欢迎龙傲天，两个小心。真的，老铁，我有点迷糊了呢。
完了，真迷糊了。啊，真有点迷糊了。回走吧，不能走。啊，不能走，老铁们，还得干。啊，明天我玩场刀灵，老铁们。你们知道啊，刀灵啊，得付出多大惨重代价。是不是？肯定我得做好心理准备。老贺，你在干嘛？哥还干吗？哥，这直播间连一个666都要不来了，兄哥还干吗？老铁们还干吗？兄弟们，没动力了，我一点动力没有。我现在我直迷糊恶心，我现在我直迷糊恶心，真的家人们啊，连迷糊的恶心。明天我继续干招灵游戏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啊，我看看怎么回事，老铁们。这个时候是能支持我的啊，纯情怀了。上到顶了，上到顶了，哥。现在能支持我的纯情怀了。不知道直播间还有没有大哥了。